大家好，我是 Demi， 是温哥华的地产经纪。今天我要带你来看一个位于素里的天车站附近的预售屋 Park George II。它是由温哥华著名的开发商 Concord Pacific 开发的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来看盘吧。Park George 是 Concord 在这片区域开发的其中两栋，之前的 One Park Place、 Park Avenue 和 Park Boulevard 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这七栋高层在 King George Station 旁打造了一个集住宅、休闲、绿地为一体的大型社区。King George Station 现在是终端站，在之后会有延伸，一直通向 Langley。 而素里的市政府在近几年来一直在打造素里的 Innovation Boulevard 创新大道项目，由政府和 SFU 素里校区以及卫生局联手打造，创造一个健康产业的硅谷，之后会吸引大量人才入住，特别是年轻的人才将会在这个大温的硅谷之家安家。正是为了适应大量的 IT 人才， Park George II 在会所和设施上动足了脑筋。24小时的安保，室内外游泳池、桑拿、SPA， 在公共区域全都配有 WiFi， 连停车场也不错过。因为将来 Tesla 的升级服务，停车场具有 WiFi 是非常重要的。100%的充电车位，让你不必和其他车主抢位子充电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。会所还配有动感单车，让年轻人随时可以在自己家楼下加入动感单车的课程。还有为年轻人设计的休息厅，不仅配有电视会议，只要随时带有手提电脑就可以工作的区域。而前台会有一个 cold storage facility， 方便冷冻的东西在大堂随时储存，或者有冷冻的外卖都不必担心。会所配有乒乓球、健身房、室内影院，以及温哥华第一个室外影院。2023年春天，当房子成交的时候，一定会吸引很多附近的大学学生、 IT 人才以及在附近 Memory Hospital 工作的工作人员。投资出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现在 Concord 还有一房2年的包租计划，让你毫无负担地做房东。
如果你是投资，一房和700尺不到的小两房是不错的选择。自住可以选择1000尺的大两房，处于把角位置的两房，采光充足，卧室和客厅区域完全分开，私密性很好。好了，如果你也对素里的未来充满信心，看好它的前景，或是想进一步了解看房，可以和我预约，加我的微信 Demi Wen 或拨打电话778-891-6993。了解更多温哥华楼市行情、投资理财资讯，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，微信、微博和 YouTube 搜索关键字"温哥华房地产天地"即可订阅。